别跟小指等知道的。再给小花看一下，我现在不能动了，对吗？我现在是每天给它擦，多擦它，滴眼药水。我现在只能这样，不能动了，因为它现在配上了怀孕期间不可能再给它做手术啊，或者是乱用药，对不对？你胡乱用药的话，回头对孩子有影响要做的话，也得等将来小花生完了以后才有可能再给它去看一看，对不对？刚才我说句话吧，你说爱不爱爸爸？爱不爱我？大点声！爱不爱我？大点声！爱不爱爸爸？听见了吗，老铁们？他说他爱我。会不会生黑色斑鸽？不可能啊，因为她老公是白色，她也是白色的，她没有生出来黑色的几率。她老公假如说当时要是跟吴斌结婚了，那是有可能会生出来黑色，也有可能白色啊。它没有花的，不是黑的、灰的，就是白的，是不是？但是她跟元宝结婚了，那他俩都是白的，怎么整他也不可能是黑的，对不对？你对你现在老公满意不？我说你对你现在老公满意不？满意啊？你说满意，两个字儿，满意，满意，说满意，满意，满意。满意，听见了吗，老铁们？再说一遍，对你现在老公满不满意？重说。好，他说了啊，满意，听见了吗，老铁们？他说了啊，满意，是不是？你喜不喜欢你对象啊？你说喜欢，喜欢，喜欢，俩字儿，喜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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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瞎叫呢。喜欢，平舌，第二声，喜欢，这一口差点呕出来，老弟们太难受。为难孩子，你心里好受吗？这不叫为难，老弟们这不叫为难我在教他才艺，我在跟他互动呢，对不对？那怎么叫为难呢？在有个人眼里他能学会就学会，学不会我也没拿小鼻边抽的，怎么就为难他了？我说对不对，老弟们？是不是啊？如果说我拿手一边抽的你说不对，我上去给你一鞭子，那你是我为难他，对不对？明明学不会你非得逼着人学，对不对？我也没逼着他，你能学会学会，学不会拉倒呗，对不对？没毛病八哥最多生几个，这玩意就跟人似的就跟人似的，谁知道能生几个呀？你怀完之后谁知道你能生几胞胎，对不对？这都不一定你生十个也是他，生一个也是他，那拉布拉多多还有生十来个的，那万万还好，还生一个独苗，是不是？双猫独狗越过越有，对不对？大点声跟大家伙打个招呼来，坐好了，你那往前出溜啥，你坐下来，坐下来打招呼，坐好了别动，摆摆手。
摆手，跟大伙打个招呼。好，接，坐下来，坐好了。八哥容易难产吧？难产这玩意儿，八哥只是比较容易难产，但它不是绝对的，不是所有八哥都难产。你拉布拉多照样有难产的，是不是啊？德牧金毛它照样有难产它只是说难产的几率比较大但是小花吧，当时上宠物医院，人大夫说了，小花难产的几率不是很大为啥呢？因为它后面胯骨比较宽，屁股大，跟你说好生产，是不是啊？你夸你屁股大呢？乐一个这啥咱也听不懂这出真想吧唧一口，我劝你别吧唧你就看到小花你也别吧唧旁臭臭不臭？臭吗？你臭还是我臭花子，你臭还是我臭？你往后点，我越往后你越往前。坐好了，你臭还是我臭？谁臭？我臭吗？是吗？他想我臭的是坐下来。就稀罕花，看二宝更爱看谢谢谢谢老铁坐下来，坐下来，你把抽屉打开去，抽屉打开，对，我看还能不能听到我说，好，坐下，把抽屉关上，给好吃的，去，把抽屉关上，关上，你看，是不是？这不就来好吃的了吗？没毛病。花的确能听懂，不然互动这么好，是不是？其实小花吧，咱不敢说都能听懂但是起码我说的话有一小半他是能大概是明白啥咋回事的，是吗？花花，能听懂爸爸说话吧？爸爸好不好？你转个圈儿，你转个圈儿，我给你好吃的。你转圈儿，转一圈，好，再转一圈儿的，转一圈。你看看，老铁，看，谢上我了，看了吗？谢上我了，谢谢。也不用下手势他知道他知道谢我能给他好吃的。你看那出来点，干啥呀？干啥？说话。想吃吗？想吃啊，也谢我了你想吃你再谢谢来，你别光用手那先给吃一口还想吃的话你说一声谢谢你说谢谢，说话。谢谢。No， 你说谢谢，坐立。谢谢，别动。你说谢谢，说话，别动，说话，说谢谢。No， 坐立。说谢谢，你说就行了。说话。这叫什么玩意儿？把介绍狗粮是不是老姐们，要说狗粮老姐们，你们想拍狗粮的话你可以拍一下一号链接这款狗粮，咱自己家生产的69.9元一袋五斤装的里面添加了20%的冻干，五斤的狗粮有一斤都是冻干适口性特别好，狗狗不吃给我退回来，还有运费险需要就拍的而且小颗粒的什么品种都能吃咱家铁蛋是从一个月开始吃的这款狗粮，吃到现在等等胖，
咔咔好啊，五斤的嘛，五斤的啊，一袋是五斤的，家人们啊。给你们拿一袋吧，老兄啊，怎么不更新铁蛋儿？我现在小花二百万我都不更新，我还更新铁蛋儿呢，是不是？谁我也没更新啊，这段时间吧，心态不好啊，心态不好，拍不出来段子。段子这玩意儿嘛，真的，真的是跟心情太有关了，跟心态太有关了。心态不好，你这一点头绪没有啊，想拍也拍不出来，拍也不是那个感觉啊，也没有意思。啊，你看头段时间大家拍段子，哎呦我怎么拍都有，老铁是不是啊？怎么拍都能上热门，现在不行了啊！给大伙看一下啊，给你们介绍的就是这款狗粮啊，就是这款狗粮啊，现开一袋啊，咱们啊，给你们现开一袋，让你们看看里面什么玩意儿啊！看着冻干了吗，家人们？随便往底下捞啊，看到了吗？这冻干嘎嘎的，看到了吗？这是小蛋。一边切蛋黄粒，整颗大蛋黄啊，冻干的生骨肉，冻干鸡肝粒，冻干的鸡肉粒，适口性嘎嘎好啊！而且咱家狗粮，家人们啊，咱家狗粮看到了吗？主料是鸡肉啊，主料是鸡肉啊，46%的鸡肉，10%的牛肉、鸭肉，10%鱼肉，6%啊！而且它是无骨的啊，不添加什么玉米啊、小麦呀。啊，这些谷类啊，特别不易过敏，冤啊！还是咱试试啊，69.9一袋，五斤装的，不吃包退，明天讲啊，拿回来之后袋打开，不吃袋再封上，给我退回来，没事儿。你看，拿狗粮了，兄弟，看狗粮吃不吃？咱狗不是光吃冻干啊，给狗粮放放放，给狗粮也夸夸吃，就愿吃。好了，咱不给啊，有人吃饭了，吃饭还得用。过来。好喜欢小花，谢谢你啊！你这狗粮又便宜又好，别人家都可贵了啊，就同等价位，老铁们啊，同等价位的狗粮你买不着我这个质量，是不是？同等质量的狗粮，你这个价位你绝对下不来。我就敢这么说，啊，为啥？我这成本都超过10块钱了，光原料成本我就超过10块钱了，你们自己算。别人家售价10块，他成本可能。用能用一半就不错了，是不是啊？经销商得挣，厂家得挣，是不是啊？包装得挣，邮费得挣，是不是啊？羊毛都出羊身上，都你们花钱，对不对？我这盒14一斤，我成本就得用的就超过10块了，你们自己算算。为啥？我不敢说我不挣钱，我也挣钱了，兄弟们啊，我也挣钱，是不是啊？但是我挣的没有那么多，啊，你就相信我，你拍一单。拍一袋回家试试，给狗试试，狗不愿吃给我退了，你感觉哪个有任何一点不好你给我退回来啊，没有任何怨言，你说退这么一申请我马上给你退啊，你哪怕你家狗吃一半了你感觉不好，我照样我都给你全额退了啊，咱就敢这么说，是不是啊？送的是鸡胸肉还是炸鸡？这边显示炸鸡，鸡胸肉有好像是4袋还是5袋，我没查啊。然后炸鸡有2袋啊，炸鸡有2袋，炸鸡就我吃了啊，我不能给他们吃炸鸡，油太大，明天吃川西一个地的，是不是啊？炸鸡就我吃了啊，回头我炸一下子，啊，我整个空气炸锅，我炸一下子，行不？行，行不？行不？嗯，干啥？小花眼睛好了吗？好一点啊，但是没好的意思，啊，只是说好一点，嗯。炸鸡是赠送的啊，啊，是啊，啊，是。行，我领他们吃饭啊，10点20，10点20了，你让他们先吃饭吧，是不是？走了，划划了，不是，你看要吃饭的高兴了啊，高兴了，我划划。起来划。别动啊，
你喝点水可以啊，但是不能偷吃啊。小花，一会儿你喝饱了还能吃去了吗？那给大伙体验一下咱家狗粮碗倒的就快干啥？你们看冻干了什么啊？有多少？看到了吗？这冻干了什么？基本上能做到一口狗粮一口冻干啊！一口狗那干啥呢？那干啥呢？那怎么还正在偷吃呢，小花？你别动啊！过来，花子，看这来。小花你过来，来坐下坐下，不要动啊。撕肉啊，小花你不许偷吃啊。嗯，表现还不错，来给狗吃吧。家人没拍过咱家狗粮，你可以拍咱试试。铁蛋呢？小爸爸，行了，这些给别人的。这些铁蛋儿。铁蛋饿了，铁蛋中午没喂他，今天我就喂了两顿。今天我就喂铁蛋两顿，这点饿了。一会儿你们看看铁蛋的狂狂躁。我为啥喂两顿呢？天天喂三顿吧，这孩子有点，我怕他积食了啊。今天中午正好空一空肚子，中午这顿不喂，哎，这样的话孩子他消化的比较彻底啊，孩子食欲会更好。啊，这样一点不耽误他长个，但是他食欲会变好。不给他吃，讲一下怎么办？你过来了，啥事做好了，坐下来，坐下，给你个鸡肉吃，别动啊。幸福不老姜，看到了吗？幸福幸福，嗯，没事，小狗让它帮你擦擦嘴啊，别动。小花，你过来，坐好。
旺旺的啊，小豆花，小蛋子的。小花的，哎，别动，大宝的，小小花，小花你。别动啊，小花，等会儿，小花，小花，过来，你吃这个来，你吃吧，吃吧，我不拦你，吃吧。吃错了，铁蛋，吃错了。花是真饿了，我爪上能看到。啊，你转过去来，转过去来，对，转过去，这么吃，让大伙看看来。这狗粮需要泡，不用泡啊，这不天然水就吃了吗？啊，为啥咱家狗吧它多在一块吃吧它着急，它怕自己吃晚了吃慢了让别人抢了，是不是它们吃的比较快而且食欲也好，是不是狗加加狗粮好一点，你不加水吧它哐哐哐一个劲儿往里噎，那点唾沫星的食道里那点润滑的东西一会儿就噎没了，所以它容易卡住容易噎着啊，加水就是起到一个润滑作用，而且啊现在夏天了天热了啊，你狗粮里加上水，它没有办法，它必须得吃进去，要不它把水喝不干净，它吃不着狗粮，对不对？这样呢，无形当中就是让狗狗多喝点水啊，多喝点水有啥好处？是不是、啊？对它的各个系统啊，是不是、啊？消化系统也好，啊，生殖系统也好，都有好处啊，多喝水多代谢嘛。我说对不对，老总啊？今天让大叔出来吧，比小花稳定性好，是不是、啊？真事儿啊！这里面稳定性最不好的是爸爸，其次是小花啊。现在稳定性最好真是铁蛋了，啊，人坐那块一动不动啊，人也不寻思我要偷吃一口的事，他不知道什么叫偷吃呢啊，多好，是不是？铁蛋长大了，现在已经跟二宝差不太多了，就啊，你看二宝，再看铁蛋，是不是、啊？比二宝小点，小不了多少了。小花快吃啊，是真香啊，老铁咱爸恢复的是不是嘎嘎的啊，我不说他生过孩子谁知道，是不是？啊，小肚撑的就花地下还有块肉，小花地下有块肉，不是后面盆后面盆后面，小花盆后面有块肉，那铁蛋帮忙放干点，二宝又最后一名了，是不是老铁？蛋仔食不干净，还行，老铁啊，还行啊。蛋呢，基本上他吃差不多了，大部分都吃没了，剩几个粒儿的，无所谓了。铁蛋呢？你是不是要上人屋里拉尿尿去？走。走了，大家一起出去吧，上厕所。走了。
上厕所去吧，现在吃完饭得赶紧上厕所。这仨大的都没事，都能憋住，这小的憋不住，现在吃完饭得赶紧去，快走，大师。铁蛋成大狗了，现在是半达的啊，现在还不算是大狗，没长成型呢。啊，出来就第一件事就是尿尿。什么时候他尿尿知道抬腿了，那就是大狗了，老铁们，对不对？小花，你俩给我分开来，小花，你俩给我分开，小花，小花，小花，你大爷的小花，我说话是不是不好使啊？小花，你给我分开，起来，你上一边去，赶紧尿去。我下回不让你出来了，你在屋里骂街，你骂去吧。小花过来了。妈妈呀，我估计也快了，老铁们，也快再发现了。妈也快。再次发情了，嗯，快了。旺旺过来了。宝宝过来了，旺还在生吗？旺旺呢？这次发情我肯定是不配了，我让他空一窝啊。等这次再发情的话，我不配啊。等下次发情再说。嗯、啊，下次发情，我想再让他生一窝啊，再让生一窝，太少了，就生一个后代，是不是、啊？就生一个后代，还是个公狗，怎么也再生一窝。小花就不一样，小花最少生十窝，是不是？铁蛋，过来了，过来，铁蛋来，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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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蛋来，铁蛋走了，走了，走了，小花儿，小花儿，我跟你们操不完的心呢，一天呢。你别去戳破他了，行吗？你快回家，走了。还指望小花换别墅呢，那个。啊、嗯，我能不能换上别墅、啊？就看小花能生多少了。他这一窝要下20个，我估计别墅差不多能换上了，是不是？啊，你，是三个三窝五窝的，别说别墅，连车都能换呀，是不是兄？一个就是精华，精华那肯定的，不是精华咱也不能留啊，老铁，是不是啊？你说大孙儿是，这小样多招人稀罕，对不对？多招人稀罕，我就把他照片拿给好多那些专门养狗的啊，玩狗的那些人，人一看，哎呀，这狗好啊，真漂亮，都说好看，没有一个说不好。你看屁股上的肉了，让万万接着生二胎吧，一个身体没大事儿，给万万接生那个宠物医生。他也说
万万就是连再发行的话也剩也没事儿。二宝你给我下来了。万万过来。他也说万万就是再发行了你让他配直接让他生啥事儿没有。啊然后我还问了另一个医生也说没事但是我不想让他生啊这一窝怎么也得空一窝孩子彻底恢复好了。是不是咱不着急啊。咱不着急啊。花儿回去来。小花你给我回去来。听见了没有回去。二宝过来把他门关上小花不许动。二宝过来来。二宝。二宝小花回去小花回去回去小花回你自己笼子二宝把他门关上了使劲关没关严没关严二宝 打开对再关一关再使劲的好关严了啊好了啊不能让他出来太闹下次再说吧啊咱不是让他生没毛病老铁们啊让他生没毛病但是我咱不能着急在这一时是不是慢慢来吧孩子只要健健康康是不是比啥都重要对不对啊扎吧激动的呀激动的不行小孩怀几个这是刚没几天还查不出来呢不知道呢啊再过二十多天去查就知道你们是真厉害电脑都给我打开了来别闹了来二宝来回去来二宝的回去来二宝子别闹了回去。万万回去。回哪去回大笼子来回去来。回去。铁蛋子。铁蛋出来来铁蛋出来来。出来铁蛋来过来来。铁蛋出来来铁蛋出来来。铁蛋出来来。铁蛋出来。出来。气死我了啊二宝你回去来你怎么又出来了万万回去你起来铁蛋子回去回去小狗蛋你给我回去太讨了啊好了家人们啊我下播了啊下播了待会儿早点休息啊感谢大家啊